哇，多了，是吧？自然。找了哥们儿了。搞鲳鱼腰花炒面。能吃啥呀？巨盛汽车城，豪记铁板羊肉，原来汽车城的老店，终于找着你了。这是面面。对，这要行，我再教过他。哇，多了，是吧？孜然，哎呦，找了哥们儿，高配的，必须的。一辈子吃不饱，我一个人。风云面馆，两个鲳鱼腰花，一个汤一个炒。可以加个鸡蛋去炒。能炒里边吗？对。加四个鸡蛋。面里塞肉。肉圆。不要不要，就要这两个。丰盛的午餐，鲳鱼腰花炒面，四个鸡蛋炒碎搁里边了，软豆鲳鱼，腰花。加了一个肉丸，一个面筋泡塞肉，羊肉卷饼。Action！ 今天这碗炒面加上配菜又是60。这家店饭点不能来，人太多了。鲳鱼。腰花，铁板羊肉卷饼，还是以前的味道。来，我给你做哈。快半死了，腰花和鲳鱼还真不错。面一泡塞肉。肉馅，肉丸，荤素搭配的完美。能吃啥呢？啊，怕吃了算了。太香了。这个羊肉卷饼我找他找了好几年了，终于找着了。他当年在汽配城很牛了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。时隔几年再次吃到这个熟悉的味道，感觉太好了。还有这黑半丝的面条子，太绝了 ！CEO 特忙了。